心脏病发处理案例。大家看到了哈，这个就是典型的寒症，舌苔白的，旁边还有齿痕，哦，这是最典型的。好，谢谢你，那可以趴着。痛，对，痛痛。因为我知道这里很痛。对，现在痛。对，感觉是不是比较松了？你慢慢起来，没关系，给他慢慢起来看看，看看他现在的那个感觉，给他自己来。我好了。谢谢老师。不会。太好了，太神奇了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刚才症状是，我虽然那个没有表，但是我这心跳可能最少120下。一般正常的心跳应该72下，对，所以我就感觉那个心脏就是好像像外凸出来一样的蹦蹦蹦跳，然后我就害怕耽误大家上课，耽误老师，我就先到最后下课的时候看到给我治一下，没想到。